心直口快的主持人涂磊，很多观众都是被他的真性情所吸引。荧幕上的涂磊快意恩仇，看问题总是能直截了当的抓住要害，但生活中的涂磊就比较神秘了。关于涂磊的妻子，外界盛传一直是这位叫熊丹的女士。资料显示，熊丹是一位广告人、营销策划师，传得多了，涂磊也坐不住了，在微博发声明辟谣，涂磊之妻，小丸子是也，今生涂磊只爱小丸子一人。在不久前，涂磊又晒出爱妻小丸子照片，粉丝总算知道了涂磊妻子并不是熊丹。不过辟谣的同时还撒狗粮，涂磊你过分了哦。生活中的涂磊是一位暖心奶爸，趁女儿喂小樱桃，生活中的涂磊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。在节目中他严格要求别人，是因为他自己做到了。同样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孟非，孟非妻子李雪是他的中学同学，两人1993年组成家庭。孟非夫妇，孟非妻子，孟非的女儿孟兴亚留学美国，一家三口